说过了，对，他就是一个被外形耽误的好歌手。哎，很美很美。哎呦，很少看到你正常的样子。真的哎，上次还是龟基吧，果实领舞团的时候。何美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他是很紧张，打第一棒。对，然后彩排的时候，他一看每一个都那么犀利，今天还要比输赢。但是第一棒有个好处，可以先做，可以先做，先暖机。这也是为什么啦。那很快也会被弄下来。对，除非跟你一起演唱的这个是厉害的家伙。这个很强。这个女生呢，她在那个一期直播里面，她是第二名的比赛冠军，季军。季军是第三名。哦，亚军。你从第二名拔到第三名，真的厉害。她是第二名当中的季军啊。是不是？没有，他是亚军，对，他非常厉害，而且得到很多人的赞赏。待会让他自己讲。其实看了很多次何美在我们节目里面表演，他很能唱歌。对，我知道。对对，他绝对不会像你这样荒腔走板。睡梦中的墙。上位是第一个上场的歌手，我先去坐在那个宝座上。坐。他赶快坐。他以为我们会拦他，对，结果没有拦，就让他坐那。那我自己找台阶下。再去汉典就回来了。对呀，赶快再歌。以前唱歌，人家有说你很厉害吗？有，而且因为主持校园呐，有，他走很快，有，他就结束了。校园有，因为到校园的时候，我通常都会把歌手的那个歌曲全部都背下来，因为以防万一他们要。唱歌或什么的时候 ，Q 我如果不会唱很尴尬，是吗？你一定可以的。肖秉志，对，因为就因为常常会校园会遇到同样的歌手，然后他那时候就说，那不然我把我的卡拉寄给你，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一起唱。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唱。对，然后我还偷牵他的手，哎呦，超可爱的。然后学生就很开心，就带给他们一些惊喜。校园真的很好唱歌的地方，对呀，而且怎么唱同学都会教。对，有个好处嘛，因为孩子们都年幼。无知嘛，我觉得是踩到他的脚发展。你还以为你唱多好，其实他们只是想发泄。上课压力很大。对，校园演出啊，我总共唱了几百场。2000场，对对对，我这一生可能再也看不到另外一个人可以那么多，唱了15、16年，快20年，好厉害。对，不，没有厉害，这都是历史上的milestone。啊，里程碑，对，里程碑，哎呦，翻译哦，哎呦，你英文还不错哦，哎呦，难道你有认识老外啊？啊，我的英文是美国的，哎呦，你回来了没啊？还在隔离，还在隔离，没事没事，哇，很快就可以使用，差不多，什么了？好了，要讲了，使用英文会话，对 ，conversation 可以使用吧？可以。那这个要怎么熬回来呢？唱到某一个阶段呢，都会进入到一个 bottleneck。什么 bottleneck？ bottleneck 瓶颈。不要乱喷 bottleneck。Hello， net 是 bottleneck， 瓶颈就是 bottleneck。哦，哎，厉害哦。你别拜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让他们两个人先来合一段，好，好吧？现在这兽栏里面有一只野兽正在里面哦，小心，来，小声一下，小声一下。好，在为爱付出疯狂，为梦受一点伤，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，为执着横冲直撞，为你说了点谎，为别人看我不屑目光。他的野兽今天好像也有一点紧张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很紧张，因为毕竟是第一组嘛。对，而且要跟人家比拼的，你们就是要做一个标杆在哪里？你们就这个标杆，他们这样说哦，宪哥的身材是中华民国陆军标准身材。有吗？什么时候有这个？哦，高兴，我们高兴的要命，去到现场才知道，比我高的要当兵，比我矮的就不用当。是一个 standard 啦，来带来这一首歌曲《心跳贝贝》。
的错，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，偏执相信着手足足的水晶球，阻挡可能心动。先交错原地不动，我向前走，突然在意这分钟，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，耳边传来沉落的呼救，吹干阳光，爱的不保留。我心那种感觉怎么样？格美真的，我觉得他有实力是可以出片的，可以出片。对，我早说过了，对，他就是一个被外形耽误的好歌手。又出来了，外形不要又打人家一巴掌，好不好？要穿要穿要穿。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合作哈，还是会有一些美眉嘎嘎，对，要注意的。对，中间有一段就是那个情绪很张力很大。
突然说回来，有没有？因为你们在推那个张力的时候，情绪是很激动。对。突然要收回来，你那嗓子其实收不回来。啊、爱易放难收。对，辛苦了。明明都在推力度，突然要收回来，你就很尴尬。到底用假音真音还？哎，那边有一点尴尬。哦。该我说。不是，是那个灰，是那个灰丢完了。灰丢完。那个灰的真假音。第二个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一个很重要。就是真音转假音，很多歌是这样子，超好听。但是有些音不适合转。对，太多反而怪怪的。对，啊，两个人都有和声，你看，哎，和美的声音啊，细细的时候反而，哎，和声起来还不错。我心急速反而还不错，这个韵桥它是声音很厚哦，真的，对，感觉起来是还蛮厚的，对啊。对，真的，莫西，有吃饱了，有吃饱了。来，和美韵桥两位，来来来来来。和美韵桥，快坐，珍惜，珍惜，珍惜，快坐。